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今天要给大家安利一个东西，这个是一支眼线笔啊。它是怎么设的？它上面写的是 twenty four hours，就是 twenty four h，哦，24 h，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款是 BCL 旗下的 BCL 这个牌子啊，他家我发现其实很有意思，他家经常产一些就是很。设计很奇特的一些东西，而且东西还蛮好用的，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牌子。虽然好像代购就是客人问我信息什么，好像不太会问到这个牌子，几乎就没有听说过。Whatever，这是一个我觉得还是很好用的一个牌子，特别是它的眼线笔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样。但它有缺点啊，就是很多这种眼线笔都有个缺点，就是说。你赚出来，你用多少你就估计好，你千万不要赚太多，它赚不回来，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给你看一下它的效果，上面有点粉底液，OK，超容易化，而且它不会晕诶，这个我觉得很神奇。我得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已经上了那个慕斯的眼影膏，黛珂的慕斯眼影膏，OK，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。它用来画内眼线完全没有问题，OK。我买了它的这个这什么，而且价格很便宜。我买了它的黑色跟棕色，都觉得超好用。眼线笔啊，我觉得深棕是最实用的，纯黑色看起来会。太重，特别是如果你有黑眼圈的时候，如果你用纯黑色，那简直就灾难。我跟你讲，整个眼睛就会看起来是黑的。所以最实用的就是买深棕色，OK。OK，然后这边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，反正就是非常的好用，它这个。OK，这个 BCL 的上面写的是24 h，就24小时的。我会尽量给大家多推荐一些，就是不是那种网上很泛滥的那种，就是平价好货。其实日本这边还有很多，就是很好用的东西，但是。怎么说，更新也比较快啊，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国内可能就是不太会有人去推荐它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哦，这些东西，你们也可以关注我的小红书，名字就是阿雅妈妈住日本。在哔哩哔哩 B 站上，还有在 YouTube 上，在美拍上都有我的频道，名字都是阿雅妈妈住日本，你可以关注，欢迎大家点击订阅，以及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哦。